今天就是孩子，准备嘛，反正是应届准备考研嘛。今天特地来赶来送他那个考试。我之前是早上带了一点吃的，保温桶，就是一点牛奶，鸡蛋，蛋糕。来的途中也准备了一点那个小补给，防止他在路上饿嘛。就祝愿所有的那个考生都心想事成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上岸了更好，不上岸的也另有一番作为吧。准备挺长时间的，希望能够好运吧。